第一任不行，我还要三胎，你还要三胎呀？大家好，我是小六，我是康乐。哦哟，今天呢，我们跟大强哥搞个牛头啊，在基地小灶这边，灶虽然小，但是牛头很大，看看大家伙。嗯好像开走骨头拉皮了，来，有你先生给他，先给他洗个澡了。水满了，这个，哎，张哥，你这个烧的很干净啊。嗯，要泡一下它，等下就慢慢。这个牛头是五十斤是吧？啊，这个牛脸肉很好吃的，还有个牛脑加那个牛脑蒸鸡蛋的，是吧？牛脑蒸鸡蛋，牛脑怎么做？反正蒸鸡蛋呢。今天晚上就是牛头宴哦。对，那些炖就更好，那个。这两个脚挂起来好看哦，辟邪的。嗯，辟邪啊。那个牛脑啊，放在床前还避孕。避孕不行，我还要三胎。把它掏出一下。哦，还好这骨头够大，要不然就煮不到。是啊。我们现在就放料进去炖了啊，放个罗汉果。然后香叶、桂皮、炒果、八角、陈皮、当归、白白芷，然后红胖，哎呀，那个小茴香，嗯，然后就全部放上去炖。香叶，就是去腥烧的那种，去了那个去腥烧。香叶、八角、小茴香。香片，这个高浓度的米酒，50多度的。要不要放点盐在里面？要放点就好，放点就打点底味嘛。放好料了，就盖上锅盖。哎呀，你这锅盖是认真的吗？放这个盘来盖起来吧。这个盘盖不了啊。这里有牛角挡住。没有牛角也盖不了。再煮要煮个过把小时。煮熟了，等一下就好剥那个肉了啊！嗯，炒好水了就拿稳了。入骨头了，现在呢就把那些东西全部清洗啊，这些牛的里面那些，你看这些骨头它竟然都掉了。嗯。那这个肉是怎么剥离出来的？就慢慢剥出来，再清洗一下，然后再煮。现在呢就慢慢剥啊，用牛角敲了它先嘛。这两个牛角就给小六带回去了，带回去过。这个石头呢，要薄薄的切片。现在满满一大盘呢。现在煮好一次了，然后现在这个水就要了啊。就要放汤嘛，那等一下煮汤呢，把这个肉煮能，煮烂，看到没有？50斤的大牛头，最起码有30斤肉，有差不多30斤。这一个的有4-5斤了。哎，有放进去，把它剥开了，这个骨头等一下煲萝卜汤，然后放点姜，现在就放这个料也是跟刚才去那种差不多的。这个是什么，大张？这个是白蔻。哦，白蔻啊。别的都是差不多的，八角啊、陈皮啊、香叶啊这些，嗯，都是差不多的。炒果就是去烧味的。这萝卜等一下我们就放来炖那个牛骨头炖汤。哇，好香啊！这个肉在里面都炖了2个多小时了，等一下我们把这个肉捞起来就放萝卜下去了。香。来，已经炖了3个小时了是吧？嗯，把它捞起来。这个是牛脸肉，胶原蛋白。就个东西，量货啊。倒萝卜，刚刚切好了。看到没有？就骨头。倒萝卜下去，等一下。放点那个陈皮，一定要陈皮啊、哦！还要让它炖上1个小时。等一下再撒点葱花在上面啊，那个汤都香的不得了。